OK， 那老师你看吼吼 parry 两次，总共刷了4000伤害，你觉得呢？你就说那招是憨招啊，那个憨招打哈德是刚刚好啊，这算运气好啊。那个对手是直接哇，怎么可能帅到人呢 ？OK OK， 这个对决偶尔用一下，我是没差啦。还有大师兄怎么想到要进来？总不能放你一个人啊！对，你看着这一个 DC 群很久了。对，然后你一走嘛就进来了。要进呢，到底要不要呢？你一走嘛就进来了。看到我暴气离开之后，突然惊觉失去后的这个珍惜，这样子。没有，倒也不是啊，就只是觉得好像差不多是时间。你看，至少我来了，你看其他两个人。你开心吗，小洛？我在努力让自己开心啊。OK， 那就好。你们好啊。怎么突然大家都进来了？为什么？突然就想进来。突然就想说，哎，这个门派感受不到情谊了，我要离开了。嗯。而且这个比赛打了一个月，我都没有跟另外两位师兄打过。嗯。为什么呢？你那个作息确实是比较神秘一点的。哪有？我作息很固定啊，我就是10点出现啊，开到凌晨4点、啊。你那个作息很难呐、啊，人说作息不利，作息不利，我还跟你困呢、啊。狮子丸感觉今天挺稳的呀。哇，怎么挺稳的？我觉得今天就靠你跟定义啊，我跟小鹿就轻松玩啊。真的，我也整队都轻松吧，整队都轻松。轻松是一定轻松啊，但是主要靠你们两个发挥了，因为我发挥应该不太好啊，所以就交给你们啦。为什么要这样？不是因为我有听那个老师说你好像挺猛的、啊，他说你这样的发挥感觉想不到怎么说啊。我昨天跟老师练的时候，我有问啊，我说狮子丸状况怎么样？他说必赢啊。是要这样子、哦？刚刚老师也讲了，我今天来就是开心玩的、啊。哎呦，也是大师兄也是。对啊，我开心啊，我开心啊！老师跟我练完之后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啊，这个算了，靠其他人吧。”狮子丸没掉连段1800，那是一定1800。请问师兄蜕变的理由是什么呢？大师兄，什么蜕变？你本来在两个礼拜前好像还没有这么的开心玩，是什么让你现在这么开心？紧张反而没办法发挥啊。所以不如就不要紧张、啊，越紧张发挥越差、哦，压力越大发挥越差。不要想着一定要赢哦，开心玩。所以你在这个上礼拜的这个比赛结束后悟出了这个真理，是不是？对，我悟出了紧张干嘛？反正你练了都练了，紧张也没用啊，对不对？轻松玩。对，赢了当然好啊，输也没差，对。那像狮子丸就不可能输啊，我就想不到他输的可能性啊，他练这么多这么勤，然后老师又说他稳赢。老师在阻拦，我等一下要别老师。大师兄，哎、欸，快乐大师兄杠杠的、啊，绝对没问题、啊。开心玩，开心玩啊！这个都已经晋级了，等等我一定开马龙。杠杠的，好，可以。那我就去开心玩啦，我要去开心玩了。对，你现在是开心局嘞，好。没啊，还是挺紧张的。就算赢了，我还是很紧张啊，因为能赢当然还是要赢啊，所以开心玩，但是我们努力。主播太紧张了吧？要怎样才能不紧张？就算开心玩，还是会紧张，要怎样才能不紧张？你这个不可能不紧张啊，老哥。你自己打过比赛你就知道了，不可能不紧张。但我们还是不要太在意，还是开心玩。蛋鸡排鸡哥尬的 JJ 莫可热水热狗水来吧，开心玩 Red 超强，你绝对不会输的。不 JJ 很强啊， Here comes a new challenger. JJ 还是超级猛啊，1700多分，这个一定强啊，所以现在看不到就是了啊。这个怎么有造型？金大号也要有造型啊、哦！要有造型。嘿嘿嘿！哇，被打插盒。
瓦真假房哦。哎呀，没跳出去。切。哇，失误了。你在干什么啊？咚，你怎么知道？哎，这啥靠背啊？哇，他好防凹哦，真假？他超防凹哎，怎么会？我之前跟他打的时候没有很凹，我想说今天凹一点的，结果都被防住了。哇，这个不行。哈哈 ，You like that？ 漂亮。哇，漂亮哎！来得好。哎呀！全部猜错啦，老师，救命啊！完了！哇，好猛哦 ，JJ！ 完了 ，JJ 好猛啊，老师！喂，老师，他们作弊啊！他们那个助教团加起来12000分，这个怎么赢啊？这个他是谁？他不指定头，然后不娃娃，就很奇怪哦。打不赢，打不赢，太强了。同情他们啊，不需要。没有没有同情啊，根本他都不指定投什么的，好难啊，好强啊，一直被打插盒啊。你就不要动啊，你这边归在那边，他一定会过来打你。OK OK， 一定是。你要凹的时候，你第一时间不要啊，你就要凹就凹第二时间的。主要是我之前跟他打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没有凹，所以我想说凹开就是前面。他们那个综合之力来对应你了，是吧 ？OK OK， 所以你就等他一下。然后就是脚到底号， okay, okay. 对他过来就打他，打他那个他如果开二气啊，你挡住的时候，他碰你，他会碰你，然后你低反嘛，过来撞，对，就挡到他的拳脚直接低反这样子。对，老师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，我特别做了笔记，因为他们之前啊，他们有说什么这个 Ren都不解摔什么的，叫他一直压我，所以我还特别写在这个对策小本本上面。结果我今天一开场一摇，他马上防守，这太诡异了！这个助教团作弊啊，这个不是我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没事啊，没事啊。OK OK， 就等他嘛，他觉得进不来，他自己就会死掉了。OK OK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大家拜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完了，没有防守好，老师，我蹲不好。
还敢滑啊？还敢凹啊？玩错了，好像没出事，还敢，没气啦，嘟嘟嘟，哦，完了，出事了。指令头啊，老师！好悲！应该全带会死。哦！完了，我死了。老师，我输了呀！他指令投两千瓦，完了，破防了。老师说你这个蹲好，蹲好，他就自己自爆了、哦。完了，破防了呀！哎呀，没事啊，你就蹲好啊。OK OK， 没问题，我加油，我加油。對對對，还有什么有什么注意到的吗？那個、不知道为什么疯狂 parry， 你就对他都不动哎、欸。啊，我狂甩，我狂甩。最后就有时候会摇什么的，你就看你要试试。就压这时候试试，还是你就硬配他，硬配他也可以防到 OK。你就最后啊，就是他可能被你摔个两三四次血，在一半以下他会急，对，想要弄一下，你就看你要试试还是硬配都可以。哦、OK， 那老师你看吼吼 parry 两次，总共刷了4000伤害，你觉得呢？哦，这个就说那招是憨招啊，那个憨招打憨鹅是刚刚好啊，这算你运气好啊。那个对手是谁？怎么可能帅到人呢 ？OK OK， 所以这个对决偶尔用一下，我是没差啦。OK OK， 我懂了，我懂了，之后不用了，之后不用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谢谢老师。好 ，OK， 你就记得场中就是蹲好，好然后他会自爆了。好，加油加油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完啦！说啥呢，老师？
我的重拳啊，为什么发生这么慢啊？完了！哎呀！哎，靠北，按错了。哦吼！他凹了。完了，老师，我才是哈尔啊，怎么办啊？哎呀，运气不好的人。欸，作弊啊！不是我原本要带的靠背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脚都没有。我想带最大的，早早就直接带了。屁靠背，我们要 BM， 我有特别去练最大连段哦，就是不管怎么样，就是要练最大的、啊，好吧？原本就要练，能打最大伤害，一定打最大伤害啊！那我不用 SA 三哎，我真是不用 SA 三，就是不用哎、欸，妈的好爽啊 ！SA 九了都，你看。我有练啊！你看，100%接成功啊！啊，不对，唯一失误一次就是他妈的比赛的时候靠背。切穿这个假人，他妈的！太猛了，大师兄！浪二追三呢、欸？完啦！我他妈是猴子啊 ！S A 三都不会开了，怎么办呐、啊？你要这样瞎人诛心哦 ！S A 九了耶！你刚刚那一个赢有一半要归功于我啊！我没有看你比赛啊！又不看，你又不看 ，OK？ 我终于不看了嘛！我要离开，我要离开你才会赢啊！我看你就会，你就前面被打了两个分走了。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讲到这个，我去找一下 UZ， 我叫他安静一点，等我一下。好，没问题。UZ， 拜托你了，不要说太多话，不要说到跟我有关的话，谢谢。放心啦，不是你刚才这个地方，你不要，你刚刚说对那个 BB 对策很足，不是吗？哦，我都被拉回来了，靠杯啊！你刚刚下得去吗？没有，我已经过去了，我叫他们叫 UZ 不要提到我。
喂，哦，对啊，很好啊，就是他做的事情就很单纯，就是发波，然后过来可能下中脚摸你，或是重拳摸你，然后绿冲这样子。你只要发波不要急啊，就是配到波冲过去，然后他过来摸你，你就看你出升龙啊，或是 V 反啊什么的。可能你 V 反还是出满蓝，其实你要稳一点出升龙就好了，有点风险的。因为你出升龙，你要嘛出来就打到他嘛，然后要嘛没出来就没事啊，对啊，所以就那个地方，只要你不要出错，那基本上不会有事啊。那就照刚刚那样打，就打很好。刚刚那个吼吼怎么样？对，我就知道来问问题。用这个废招，废招打到他，我打他两，我总共打他三格气，他 OD 波，我穿他波，然后又摔一个三格气就没了，老师。你在那边猜得到火猴过去，你直接跳就打到他了，好不好 ？OK OK， 我知道了，我会继续开心玩的，老师。OK OK， 看你那个火猴都蛮开心的啦。对，一定开心，老师。好了，谢谢。OK OK， 拜拜。我叫做憨儿制造机。哇！完了，出事啦！完了！没气啦，老哥！还敢凹啊？再凹一手。
完了，好好。好悲，没有反应。哦天哪！大家加油！拜托，一定要抽到你跟你我感觉你手感很烂，抽你吧，抽你吧，抽你吧！你这个日马打够了吧？换你了吧？怎么会换我的？软软底啊，我软软底。我才是真的软软底啊！完了，为什么抽签环节啊？怎么恐怖啊 ？Prage 时间了，各位 ，Prage。Prage。他最近很喜欢好好串队，他想反问我这招怎么样，跟他说韩招他又不理，真假老是这样的假的靠背，真假。对阿金，不要抽到我。你关心你这样。师妹还是什么？是我啊，老师。是你啊。干什么呀？地主。加油，狮子丸！不要想太多，我跟你讲，连断掉了，也不要想太多，就再补救回来就好了，不要急，慢慢来，真的不要急，慢慢来，你可以赢哦，你会赢哦，记住你学的，开心丸。没事啊，我们可以去买苹果汁。好了，我已经把我能做的做了，帅气的讲出，准备打 DJ 吧。我也没有这个辣茶，那接下来就是。加油啦，狮子丸！加油，狮子丸！加油，狮子丸！大家帮狮子丸加油！哎、欸，漂亮！游戏啊，这边输出，这边蛮稳的吧？很稳，很稳，很稳，输不了一点。真的输不了一点呐、啊，肯呢、欸？不是已经反击落地了？干、嘛？你先不要说我。放心，放心，放心，这边有了。放心，哎、欸，哦，瑞斯还在状态内，他那边没带大招，很冷峻。汪汪。你我。真的真的真的、啊、他现在还很聪明，状态内你看相信他已经变灰精灵了，这灰精灵有什么好状态内的，哦天哪，亏我开场的时候还说抽到叔叔真是上上签，我哎上上签，哎这个没事、啊、完了呀，怎么没有结 我到底干了什么啊为什么啊 UZI 现在都是什么、啊、怎么可以丑成这样啊，哇、哦、这什么状态，这哪招了吗？笑死哎、欸！我
我天哪，我是不是有读那体质？我天哪，哦，叔叔刚刚是赛道的啦，是赛道的而已啦，这一百你跑不出来，我这个直升机都空了，还在那边啊赛道上，哎呦，你看你看吧，哎呀，这个连防凹都不会，还想赢啊，叔叔？他真的要灭了，你再继续讲，他要灭了。啊，对不起，等一下，我闭嘴。我觉得我现在不。我觉得我不要讲话好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我好像说什么都不对，我还是不要讲话好了。也不是。好，发波签签字一下，我们还是看一下比赛内容，用比赛内容来决定。快点帮叔叔加油啊！没了呀！你来分析两面啊！Yes， 尤迪先签尤迪，不要气我。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这边稳定一下。加赛是再抢一，他们就结束了。抢二，抢二，抢二，抢二 ，U 三 ，U 三，不得哎、欸！对呀、啊，我觉得狮子丸气势整个不知道为什么起来了。哎、欸，你先不要，你别打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。我比较想要看那个乌马他们上去，因为他们比较有机会打，比较有机会打 RB。那看 BB 今天的状况真的不太行。哦，确实，你要这样说也是。那我刚才在被打过一次，这个别用啦、啊。狮子丸是直觉型的、啊。你很努力的，我觉得你不要被 DJ 这个烂角色荼毒，对你来说是最好的选择。不要啊！我说你不要再推了。你有没有听过你爸爸妈妈是怎么跟你讲的？我是为了你好啊。太吵！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 ！Restia， 他快干了，冷静。赢了。要用万。蹦蹦蹦蹦，大招一气，好。完了 ，OK。怎么玩？怎么倒麻了？怎么？怎么？好白痴！你看，我尽力了，我该讲都讲完了，接下来就很好。事情发生，欲冲重手。我觉得现在这个局势已经不是我们能控制的。哎，小洛，有点疯。这有点没有，没关系，摔他好啊，摔死啊，摔他，狮子丸不会动，摔他，天花板不会动，摔他，摔他，摔他，一直摔他，他不会动。哎呦，哦，漂亮，被毒心啦！漂亮啊，一亿里，我都说了，哎，干嘛？哎哎哎，边断呐！为什么掉是肿啊？哦，很燥，很燥，很燥，真的很燥。老大，这里好毒！我发现你不要讲话就对了，我是讲话就会出事。没有，我相信 Resty 啊，在我的加持之下，他会越打越好。确实，毕竟我们是一条心，我们同职业的，真的。这哎，你什么？我操你杀啦！发波，发波，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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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冷静一下自己。哎呦 ，Nice！ 哎呦，有没有？我就知道，亚角被折了。哎，我，哦，这玩是超级直觉凹哎，哎，漂亮，打杆连段很好，第二好，不过没关系。汪汪，安安主播三十。人家 New Packer 三十个，没有他那个有更好的选项，不过那个也很好了，真的。啊，他轻脚 ，Nice， 好雀板。完啦！没事没事，如果这里翻了就很稳哦。完了，完啦！没事啦，我们去买苹果汁呀。哎，辛苦了大家。我们要不要去打麻将？应该看比赛吧，应该没有打麻将。
弯弯输了，哎呀，好可惜啊！感觉现在的我应该也能打赢哎，老实说，小可惜。最后那个指令头没了，大家辛苦了。没事啦，老师很开心啊，下班了，下班了。下班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们打麻将的打麻将，看比赛的看比赛啊。啊，感觉输给了运气啊，可惜不是我扛啊。哎，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要是都抽到我，我都还算有信心啊。不要自责，靠北，我要自责什么？我全赢啊，自责啥？靠北，我全赢，我还自责？我认真认为我现在不会输过啊，就算有阿 B 的对策，我也蛮有自信我能赢的。超可惜，我认真觉得我现在不可能输啊，我有种感觉，但就可惜了。不要自责，靠北啊，自责三小，而且我的 SA 全部都放了，他妈的，我的 SA 全放了，不要再说我不放 SA 了。没啊，我觉得上礼拜就这样子了，上礼拜开始我的状态就其实都蛮好的，我不觉得，老实说我真的如果真的打到瓜我也不觉得会输，但是我也可以想象到就是有可能会2比2这件事情，因为上个礼拜就2比2啦，所以我觉得还算是就是纯粹输给了运气的感觉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拜拜拜拜，汪汪，拜拜拜，运气是实力一种，对啊，那就没办法，汪汪。再说抽卡运气不好的部分连在这里也是都抽不到我，就小可惜了，小可惜，原本想说有机会的，他妈的 Yoro 还敢靠运气啊，算你运气不错呀，对吧，就是可惜还是很多掉连段的问题啊，如果有改掉的话我觉得狮子丸确实1700-1800没有什么问题的感觉，但就是可惜了。哎呀，原本想靠自己打倒阿 B 的，现在也只能在观众席上面啦。No 自责哭啊！这赢了要自责傻小啊！他妈，我根本就不觉得现在自己会输啊，对吧、啊？都赢麻了还自责，怎么可能？干嘛想逼我参加人鬼下一季是不是？点点点！他妈的，下一季淡水还敢不选我啊？还敢说我是你排第三的、啊？妈的，有我现在就你在上面打啦。哎，不一定啊。妈，我永远记着这件事情，还敢不选我啊？不对，他也选不了他最后一名。不是，我就一直记得这件事情，我没有办法忘记哦。那个20分也是因为这个关系哦，超常发挥，淡水一生之敌。可是淡水是最后一个选的，不是哦？我就有看到不在哪里看到呢，就有人说什么淡水说啊，这一个他选择的这一个是什么什么哈瓜，然后再来谁？再来这一个 Rain， 然后再来谁？阿妈，我就第三个，我就看到这个，我就记住了，没有办法忘记。竟敢不选我？我现在也是第三啊！阿妈，法运气不好啊！靠背，我现在的状态怎么输？敢不敢抽到我？妈，抽到我，我现在怎么输？靠背，状态绝佳！阿B现在一定想着，他妈的，好险不是 Rain， 不然要输了呀！最后两张还全胜，对啊。我真的觉得阿 B 应该松了一口气，因为我们这里第一是基本上不可能输啊，啊，我的状态也很好啊，我觉得很有可能又变成抽签的状况，可是还是不能稳定一千七，啊 ，rank 就很奇怪哦 ，rank 就会遇到他妈的1698分，然后遇到一个阿三，然后被他打下去，然后开始遇到魔王啊什么的一堆怪物，那也不能怪我啊，啊，太可惜了。还是觉得好可惜哦，运气不好。这样子其实还蛮，怎么说，有种我没有输的感觉，就很糟。可惜，如果我自己输了没打好就算，就输给运气，真的是没得绝。我觉得如果狮子丸打胜败，我觉得也是这个五五开啊，那就打数数。我感觉因为肯要注意的地方很多啊，就打肯就是他。就不太会打，如果我没有办法挺进到下一局的话，感觉就挺有机会的。